喂，第一次我哋就考完啦，应该倾下点样拍 grad 片。Sorry， 知道知道。哦，哇，我哋有几点啊？而家几点啊？唉，算啦，唔紧要啦。不如我哋 grad 片咧，拍我哋班嘅特色啦，咁等人哋知我哋班系点样啦。啱啊。讲多做咩啊？去片啦。传说中张竹山英文中学的 E 班就是被助咒的一班，里面有不少珍奇异兽，什么人都有。那这里就有一个啦。喂，什么料啊你？行路不戴眼镜，但是不是生死不渡啊？什么料啊？难道他是我那班的？求神拜佛，不要是啊。啊，死开啦。妈，我今次就嚟死啦！今天快入边就嚟只大笨象调戏玻璃王子啊！哎呀，我苦练咗铁头功30几年，究竟系将陈年旧胎硬啲咧，定系我个头硬啲咧？救命啊！边度有人个头成个西瓜咁大噶？是不是外星人来了地球啊？不好吃了啊，麻烦。什么料啊？拍生化危机啊？上学啫，不用成只丧尸那款啊。等等先，这个方法好像很普通了，不如找点特别一点的吧。不如试下先连我的小时代闹钟啊。吓，你想做女主角啊？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望着笑脸，感觉像似首诗。每次见他，将心意合成字句，偷偷的 say hello， 如阳光伴我，清新笑迎面，愿照遍我心，照是每天快乐。但愿每天也忘记。哇！受咗成日啲，同埋咪喺度边度玩咧？琴日咧同佢去睇戏，两个人。你有冇得睇戏啊？吓？有冇啊？我有 B B 啊！你翻紧啦 ，sorry。佢翻 B B 我啊 ，B B 系我噶。喂呀！呢个故事好变态咯。不如我哋试下拍啲热血啲嘅题材啊！想全力想每个每个对手消息多夸张，不怕跌伤，要用双腿创造我理想。无论进无论退，无论哪个领先都不必放张，只顾在进攻，决心奋力图强。对付我难似我，还是破网哨子声吹走风霜，将我领土90分钟里尽量扩张。能够空求直上，留一我与你穿起今夜一双，即刻我信心已充建造能量。你冇事嘛？喺边度跌低？就喺边度起翻起身，只要坚持，我定攞到冠军噶。有心啦，我梗系冇事啦，我哋继续练习。好。对付我，还是我，还是破网哨子声吹走风霜。将我领土90分钟里尽量扩张，能够空求直上，留一我与你穿起今夜一双，即刻我信心已充建造能量，当盛世共享每一个也拍掌。今日咧就系呢个班制闪避球嘅日子，今日咧就由 Form 6E 咧去对上其他 Form 6嘅班别。听闻咧佢哋咧仲为咗呢次比赛咧，仲特登练咗一啲必杀绝招。咁到底係啲乜嘢呢？咁我哋可以好快就可以睇到㗎啦。我哋練咗咁耐就為咗今日。啱啊！就俾佢哋見識下我哋嘅實力。啱啊！我哋嘅必殺戰技。啱啊！大家齊口號，一、二、三，好！少啲回憶，邊夠自作 rap 片啊，大哥？咁我哋一樣啦。
懵咗嚟，唱咩歌啊？超級巨星阿星哥大哥，阿蝉揸咗啦喎！你咁唱得，睇下我故事咧。哦，系咪你放屁啊？我真系听到大声喎，系咪你啊？放屁唔应该啊，阿蝉哥啦，知唔知啊？哥食嘅唔系盐三包，而系寂寞。同學，你啲麵包房人唔俾食早餐㗎，嚇、啊？嗱，而家咧要摘你名，嗱、啊、名、班、學號、學生證，嗱、啊、你可以申請 refund scheme， 嗱、啊、refund scheme 唔包呢餐嘅 ，OK？ 什麼叫絕望？抬起眼望望，如今我在你面前，情浪隨便收看。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别烦着我，别烦着我，宁愿举起双手，封闭着耳朵。可笑，多么可笑，自觉渺小。望向每双率真眼睛，似看到最动人风景。没有噪音，只得笑声。散播到最远的山岭。好啦，咁多位，我哋要分组做 group project 啦。城市日夜期待你，施舍一点同情。好，而家分组。在选择人，人亦定选择你。不如我哋开个 WhatsApp group 啊！你就做资料搜集，你就做数据分析，你就准时出现。呢个提议好好啊！在已夜深，难将哭声收细。仍然要相信，这里会有希望。哇！喂，搞错，全部都抄维基嘅喂。而家八点，而家九点啦，仲未到。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可惜偏偏孤独一个。搞错啊！唉，这盼望很悠长，亦决心等到你。等得起。你都做埋我份啊！好想做嘢真系。
若这刻你那手机未震，是否可感到我体温？别怪他，别怪他。喂，霞姨，在边啊？你在致电我吗？太意外吗？搞错啊！你不是要我做晒成份 project 啊嘛？带你出黑暗世界不是我，却至少可送你打气的歌。我已经不可以跟你做朋友，连人生都陌生。其实讲咁耐，我只是想同你讲，赚到几多，愿放弃自由吗？够啦，施主。未扮成弱者去挽留，就永远给你自由。朋友不再想归队，别继续推说有点累。光阴不会往后退，应抛开伤心的记忆。我寂寞寂寞就好，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唉，好啦，搞咗咁耐，系时候倾下 group project， 大家有咩 idea？ 今次流行流行追命临近，有没有？有没有？你只要答有没有？奇异的新发现，留在思海中转又转。仍期望那重伤或会有转向，这是妄想，怎也说不上。做到底我已经也做过，每晚出席陪坐，工作累了倦了哭了，让我来哄你笑。若能耗尽力气剩下自己，可挽救自己。沦为行过宠物，猫狗了解我的凄惨。当好景不在我门内，听听你到底出声打气，还是只懂得。做啲咩啊？啊！你哋交嗰啲咁垃圾俾我啊！你喺怀疑咩啊？喺啲诗啊，喺个诗度插左抄右抄，我唔知啊！啊！你当我都唔啊？啊！呢啲我都识啦，使鬼你做啊？啊！呢啲垃圾啊，我唔要啊，担低头做咩啊？啊！你翻去啊，铁头功啊，我系金刚腿话你听。阿顶。不到分数，宁愿什么都不要，就是别烦我。要经过多少年，再经过多少年，我们才能学会得失放一旁。精彩精彩精彩，完完全全反映到每一次中学生涯 group project 最尾都变咗做 individual project， 然后 leader 自己跟做晒嘅辛酸，仲有做 free rider 嘅喜悦添。其实系就系好少，不过话到明系 grad 片，咁梗系要拍翻啲。對老師的感激啦，係咪？羅亞呢邊？咪三嘢，上一上。
啊，開始啊，我咁快嘅，喂，咁你好，黃老師，咁就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啦，咁又係時候講拜拜啦，咁話快唔快，話慢唔慢，咁快就過咗六年啦，咁喺呢六年裏面咧，咁雖然就係中四天地下，但係都教咗我哋好多特別嘅説話技巧啦，咁就令到我哋可以上考場嘅時候就好似辯論隊咁啦，講到就聚沙成塔，越辯越強，講到咁勁啦，跟住之後又教我哋即係點樣著加細碼嘅衫，跟住之後就令到霸氣盡露黑就對面啦，咁其實即係跟你學咗一兩年啦，咁我都知道咧，即係要好似你咁勁咧。就要有好似你咁靚仔啦，咁雖然我天賦唔多啦，但係我覺得真係加 99% 嘅後天努力咧就得㗎啦，係咪先？咁就係啦，咁今日就 graduate 啦，咁就希望你唔好再拉我入廁所，就洗頭啦，係啦，係咪啊？好啦。仲有你成日要我哋記住嗰啲文言文常用字咧，咁例如滑就係人咁解啦，煩就係總之啦。咁其實我諗我成世都會唔記得嘅。咁仲有喺我哋考 DSE 嗰陣咧，好多謝你喺 WhatsApp 度鼓勵我哋啦，咁令到我哋會堅持落去，撐到最後啦。咁仲有我哋都會記得你嗰隻公雞歐文舞嘅，咁。同埋好多謝你喺呢一年入面每星期二都會放學留低同我哋補課啦，用咗你好多時間啦，但係都係為咗能夠令我哋可以喺文言文方面多啲信心去考 DSE。多多姑多多呢啲，我要多謝 Mrs. So， 佢就好似我哋親生娘親咁，成日都同我哋傾偈啊，又會問下我哋班嘅狀況，使唔使幫手啊？有時真的覺得有少少長氣，但當我們知道我們以後都沒有這個人去再跟我們花那麼多時間去和照顧我們去餓我們的時候，我們立刻就感覺到你對我們有多麼關心。最記得就是呢，他上堂呢成日都很喜歡講書的，好像聽日就是 DSE 一樣衝衝衝衝衝，想起我都笑到夾夾聲啊。同埋最重要就係佢 last day 嗰日，佢唱歌同我哋一齊唱歌咧，哇！佢唱歌真係好好聽咯、啊，佢同我哋一齊唱《青春仲啊》無盡啊嗰啲我哋中四music fiesta 唱過嘅歌咧，我啲回憶即刻就湧翻曬出嚟啦！我話聽 Mrs. Low， 我哋一定會翻嚟揾你唱機噶，你唔准放我哋飛機啊！喂，唔好影住，唔好影住，我哋今日有工啊，黐線黐線！喂，另外呢，我想趁這個機會呢多謝小曾老師和林老師，即是沒有你們呢，我想我的紀律、都不會得到這麼細幅度的改善。你走開了，我們要多謝 Mr. 歐陽，他就好像我們的爸爸一樣，他經常都教我們很多不同的數學知識，還有呢還有他呢他就是經常都佢把聲音就好温柔啦，搞到你成日都上堂瞓覺啦。其實我覺得咧，就係因為我哋專心聽書，所以先會令我哋伴隨住佢嘅聲音陶醉咗喺呢個數學嘅神奇世界裏面啦。而且咧，其實佢對付我哋咧都有佢一套嘅方法咯，就係佢會好冷靜咁樣對待我哋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要喺張生揀一個最暖男嘅代表咧，我一諗我一定會揀佢啦。左，你都最記得咧，你嗰次生日啊！咁咧，我哋就想練 music fiesta 啦，即係想叫你幫我哋 book 禮堂。跟住你嗰陣時，我同你講：我今日生日，唔係要我留低啊！一句完爆咗我哋咯。你嗰陣時個表情啊、神態啊，真係笑死！唉，雖然咧，我哋有機會會唔記得你上堂教我嘅知識，但係咧唔緊要噶，我哋永遠都會記得你對我哋嗰種細心啦，同埋耐性嘅態度。仲有啊，我哋就會好好學習你嗰種待人處事嘅方式。多謝你啊，歐陽爸爸。跟住邊個啊？喂，梗係唔算啱，可能冇人 grad 啲嘅 Mr. P 女啦。小曾老師，你準備好未？我電話出嚟影俾佢睇。三、二、
一，唉，佢滿口嘅仁義道德咧，同你學一啲都唔襯。你唔識佢，真係唔會知佢一個咁有人生經驗嘅人啦。咁其實佢一直喺度同我哋講求學唔係求分數，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價值觀。佢一直叫我哋堅持去努力讀書，又不停抽啲時間同我哋補課，其實真係好多謝佢。佢話成日自己話自己好得閒，但係當我哋好得閒嘅時候揾佢嘅時候咧，佢話自己好忙。咁但係都好多謝佢一直喺度好忙嘅時間都逼逼再逼啲時間出嚟同我補課啦，我都好多謝佢嘅啫。咁佢又成日講埋啲懶係金句嘅金句咯，又成日都要我記住啦。咁我咁喜歡讀書嘅咧，我都同佢嘅，我都同佢記住曬嘅。咁所以你唔好再問我啦，我記得曬嘅 ，OK。係啦，咁不過你唔係 grading 咧，我講少啲。你係 grading 嘅話咧，哎，不過冇下次嘅啦。哎，我遲啲話你聽啦，拜拜。咁咧，當然就唔少得我哋嘅 LS 恩師 Mr. T C D 啦。咁咧，佢就做咗我哋兩年嘅班主任，三年嘅 LS 老師。由中四開始，佢就教識我哋要獨立，要自己處理自己嘅問題。去到後屘，佢就教我哋要去學識觀察身邊嘅人同事。佢上堂嘅時候咧，仲會俾唔同嘅資料我哋睇啦，令到我哋學識多角度嘅思考。我哋班主任嘅 Facebook group 俾佢每一日咧去 upload 一啲唔同嘅新聞咧，咁咧去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做 LS 卷嘅時候咧，之所以有咁多例子咧，都係多得佢每一日呢啲一點一滴嘅努力。咁另外咧，考試同測驗之前咧，佢仲打段勁長嘅 reminder 俾我哋啦，去提醒我哋咧考試做卷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咁一句講曬啦，多謝四周出品嘅節菜。嗱嗱嗱，我喺呢度咧，仲要多謝 Mr. Ken， 你咧用咗一個月嘅時間馴服咗我哋呢班猛獸，真係好多謝你提醒翻我哋一啲咧，我哋可能已經唔記得咗嘅嘢，例如係咩咧？守時。負責任、尊重，在這裡呢有一些道理呢其實連 Form 1都記得的，但我們 Form 6就竟然不記得了。這些最做學生最基本的 discipline， 我們呢、我在這裡問問在座這麼多位，你有幾耐未試過準時上學？你有幾耐未試過在學校不按手機？沒有，一次都沒有。所以我在這裡很多謝你。還有啊，你一上堂呢每一句句尾都有講那些那些提我們要加一些和答那些字呢、你還要提我們呢英文呢不是一日可以讀得好的，是要浸回來的，就好像愛情一樣要培養回來的嘛。所以在這裡很多謝你的教導和幫助。喂，仲有啊，佢有好可愛一面噶，你記唔記得咧 ？Live my landing 嘅時候咧，我哋話去邊一度玩啦，跟住佢即刻咧就諗到啲 idea。喂，太難講啦，不如我話我生你教。好啊，嚟啊！我哋諗過咧要搞 BBQ 啊，但我哋又唔知去邊一度好啊，你有啲咩 idea 啊？放心，我已經一早 plan 好曬噶啦。嗱，不如咧我哋去馬鞍山郊野公園嗰度 BBQ 啦。嗱，我問咗雷老師噶啦。他就說在馬鞍山那個廣場那裡集合先，我們首先呢就買些東西吃，跟著呢我們就可以搭車搭幾架的士上去山那裡。那裡就有條郊遊徑的，我們呢吃少少東西或者吃完東西之後呢就可以要去行山，是不是很 perfect 呢？那不過呢這個都是我一個小小的提議，你們可能有些更好的 idea 的嘛，是不是？那你們揀不揀都不要緊。咁但系呢几日都落雨喎，如果嗰日又落雨点算啊？放心，我一早有 plan B 噶啦。唉，咁就咁话啦。嗯，认真，我真系冇见到一个老师会对我哋班活动咁上心啦。我知道老师咧，其实平时做嘢好繁忙啦，都未必有抽空时间咧出嚟搞班活动嘅。但系咧，我就真系见过有咁嘅老师咧，系会对我哋年年都有嘅班活动咁上心。我真系见过，我就系 Mr. Ken。真的見過，其實呢可能你已經忘記了這件事，但是呢我們永遠都會記在心裡面的，第時再喝茶的時候就會再說出來笑一下你。還有杜太、蔡太、黎老師、Mr. Chow、Mr. Low、Miss Quad、經紀經理、Miss Young 等等的老師，如果說漏了的話就不好意思了，我們一會兒拍照吧。最重要的是每位老师都教了我们很基本但是又不是个人都做到的事，就是尊重别人。这种方法都不是不好，
好少得嚟，有啲咁面噶。不如我哋試下以前創作啦，呢個都仲方法嚟嘅。有冇啊？呢邊。Yo， 歡迎收睇《警訊》，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許俊軒啊！哈，事不宜遲，就即刻為大家送上第一單猛料。近排有唔少中學生打嚟投訴，話啲騙徒專呃佢哋中學生啲錢喎。啲騙徒會向啲學生兜售一啲飲完之後會唔記得回憶嘅水喎。究竟邊啲人咁無良，專呃一啲又可憐又冇錢又窮又剩嘅學生錢呢？就即刻就嚟咗啲一下。同學，同學。啊！幫我睇，幫我睇住呢個啊！咩嚟噶？係咪犯法噶？冇冇，呢啲水嚟嘅啫。水？係啊，冇錯，係水。佢哋冇污染，冇添加，係純正嘅蒸餾水嚟噶。飲完佢可以忘記曬啲唔開心嘅回憶，慢慢帶啲開心嘅回憶噶。想你試下？嚇？咦？我真的不記得了昨天吃檸檬喎、啊！你看看我幾咁面煮？喂，但等陣先，我啲中學回憶都好似冇曬喎。我啲副作用嚟嘅啫，呢個同學有興趣啊？我同你 share 啊，50万啫嘛。我呢度都賺到夠，我好想俾人賺下。50万？黐線嘅啫，黐線嘅。咦？因為天上有地下無，超級無敵霹靂反彈雜誌冇回頭，無添加嘅蒸餾水。哎，呢位小姐真係識貨啊！哈哈，梗係啦，我 Miss 嚟嘅。Wow， Miss 真係 Miss 啊！呢位 Miss 有冇興趣啊？不如同你 share 啊，我唔要呢位 BB 啦。真係㗎，我要。呢位 BB， 你真係要？係。唉，咁真可惜啦。哈哈，我翻去教書先啦。但是我冇带50万，起身咁多喎。唔紧要，我同你揿噶嘛，碌卡都得，白通又得。咁，哎，呢阵真系好啦。咁而家点啊？嗰边啊，嗰边啊。哎，你真系好人啊！慢慢啦，希望咁多位唔好似啱我同学咁唔小心，叫中学嘅回忆同埋老师嚟教诲啊！完噶啦！不如我哋而家用最流行嘅美拍嚟拍啦！想当年我老师都系咁样整咗条片俾我哋啫嘛，系咪先？咁我哋整翻条咁嘅片俾啲老师咪得咯？开心大发现，5分钟搞掂。若旧有记忆，不可以用眼镜拍低，随时代变迁，快乐流逝。并没有什么好比友情难以取替，从无惧岁月每分钟的洗礼。或你我逐渐消失气力，动作降低，潜移默化将印象流逝。并没有什么好比友情难以取替，才明白这段友好一生一世。谁人为友伴献出不会去计。小心一下，小心一下。
的忧郁